这样我的压力就减轻了。现在有的学生会因为家长或老师经常给学生很大的压力，导致有些学生会承受不了，做出终身都无法弥补的事情。所以我研发了一款能让大家在趣味闯关中玩着玩着就把考试考完的游戏。太好了，这样我的压力就减轻了。第一关是弹跳游戏，一用上下左右键来移动，二以弹跳碰到您要选的牌，三答对一题即可过关。第二关是脱衣游戏，一用鼠标点击你要选择的数字，二将其脱衣至右下角，并按下空白键固定。这样我的压力就减轻了。现在有的学生会因为家长或老师经常给学生很大的压力，导致有些学生会承受不了，做出终身都无法弥补的事情。所以我研发了一款能让大家在趣味闯关中玩着玩着就把考试考完的游戏。太好了，这样我的压力就减轻了。第一关是弹跳游戏，第二关是脱衣游戏，一用鼠标点击你要选择的数字，二将其脱衣至。恭喜你答对了。保险箱上的密码。谢谢你帮我拿到奖状，下次见，拜拜。